那些还活着却开始被人怀念的男星，颜值巅峰一去不复返。曾经的黄子韬，谁见过不好一身帅哥？顶流听好版，鹿晗名副其实。怎么说呢，刮什么胡子，刮什么胡子，12点了晚上刮给谁看？这是胖了吗？是的，胖了。哪里这是难过，拍微信说我在看你直播送礼物啊。王嘉尔是怎么做到台上台下判若两人？遇到泥潭的王嘉尔终于露出本体。干啥呢？王嘉尔。不说话的范丞丞，谁不爱呢？和你爱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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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凭什么说你说你想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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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的都快要疯了？谁知道一张嘴？为什么骂你？小沈，小沈。白敬亭的幽默让人忽略了他的帅。请您模仿一下您眼中的白敬亭。这是另外的价钱。我种下一颗种子。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他那一下就抱住我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我一下就推开了，我说这是另外的价钱。用特效的小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画画的北北，画画的北北，奔驰的小野马。这是你想象中的金翼校草吗？想解不了呼吸，漫长的距离。你挺着呢，挺着。杨洋最终也没逃过金翼校草的魔咒。你过来啊！岁月这把杀猪刀饶过谁？金翼校草吗？听说过吗？我沈腾、杨洋，现在也就我跟杨洋还能撑起来。沈腾以前可是公认的帅，他第一印象，马丽，超级帅，超级，他还帅呀、啊。你不要戴上浓妆，好戏开场，戴上悲欢，借我独吟唱，翩若风雨多一场。谁能告诉我后来的腾哥怎么了？这没可算，拿筷子。小黄老师啊，可以了，这毕竟是个演员呢。长大了，就是再胖再怎么着，就是那太紧。我说唱唱，你别吃太胖。你是80分底子，我们是就唱唱吧，不要吃太多呀、啊。然而彭昱畅并。没有人会看见是你啊！对，你为什么瘦了这么多？ Amazing！ 当天之前讲我的生活，超胖的，没有超胖，还行，一般吧，还行，一般吧。我胖了怎么了？胖胖的。我胖了怎么了？我瘦。你一出生就那么瘦吗？谁不反面玩水枪拳的小栗子呢？